家好，这里是小象，欢迎来到小象优享。有人说电影是生活的调味剂，有人说电影是对艺术的追求，有人说电影是一种改不了的习惯。确实，艺术的力量有时候超乎我们的想象，电影也总是会在潜移默化中带给我们影响。今天小象就要分享一些励志电影的经典台词，希望能带给你力量。阿甘正传，我听别人说，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，它只能一直飞呀飞呀，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。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，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。悠长假期，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上帝给的假期，这个时候就应该好好享受假期。当突然有一天假期结束，时来运转，人生才真正开始的。燃情岁月，有些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，并以此行事。这些人要么变成了疯子，要么成为传奇。小妇人时间可以吞噬一切，但他丝毫不能减少的是你伟大的思想，你的幽默，你的善良，还有你的勇气。公主日记，要想成为公主，你得相信自己就是一个公主。你应该像你所想象中的公主那般为人处事，高瞻远瞩，从容不迫，笑对人生。哈利波特与密室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人的，不是我们的能力，而是我们的选择。泰坦尼克号，我觉得生命是一份礼物，我不想浪费它。你不会知道下一手牌会是什么，要学会接受生活。玻璃樽星星，在哪里都是很亮的，就看你有没有抬头去看他们。可可西里，见过磕长头的人吗？他们的脸和手都很脏，可是心灵却很干净。心不了情，我觉得生命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在我心里没有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幸运地过自己理想中的生活，有楼有车当然好了，没有难道哭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享受我们所过的生活。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，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自负地随便流露自己的情感，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沉溺在悲伤记忆中，轻易地容许自己被人激怒。美国丽人，我们要学会珍惜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因为这每一天的开始都将是我们余下生命中的第一天，除非我们即将死去。勇敢的心，每个人都会死去，但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活过。